关出来没多久而已，这差太多了啦，真的差太多，真的。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我说什么？看到警方就想装傻，男子谎报身份，被问到自己的生肖却支支吾吾。生肖了，说什么了？通了通了就通了，我没有说什么了，我没有。你生肖是什么？你讲不出来。他属老虎的哦，你属什么？我属老虎啊。假冒身份，以为能骗过警方，结果中计，下一秒就被打脸。86年怎么是属虎？不是的，龙蛇是马。原来远景刚好在执行临检勤务，男子行迹可疑，躲避远景就是因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枪是不是？站起来，站起来。是吧？是吧？枪！你是不是带枪？藏枪立刻被识破，事发在去年2月，新北市三重区蔡姓男子曾从事太阳板维修工作，过去就有诈欺、毒品和窃盗前科。这回携带非制式手枪被法官判3年6个月徒刑，并科罚金6万。蔡姓男子带枪出门，打算寻仇，结果自己先落网，才刚被关出来，这回又得再进监狱。三立新闻道义省林玉君新北采访报道。